IFBI 香港唱片业销量大奖，2000年最高销量国语歌唱片得奖歌手是周杰伦 Taipei Concert。 好，麻烦阿倩议员将奖颁给阿 J 周杰伦。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，谢谢你们买我的唱片，那也希望你们支持正版，然后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为你们做更好的音乐，谢谢。其实阿 J 犀利，已经是第四年连续攞到最高销量国语唱片这个奖了。好了，将以下落嚟的时间交给他，周杰伦。轻轻吧，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，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，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真心问你的发香，这夜晚让感觉更圆滑面干，回想情绪还在拼命播放，我在闹区等待来宾领奖，有一些话到口了却不敢讲，怕收到信息的你在为难，见到伤人悄悄透过的孤单，回想最幸运的在你身旁，却无归场，你也在等你手机响，你微笑浏览手机里的浪漫，原来真心想出来是这么简单，温馨一幕上解释我又多穿了一行，你微笑浏览手机里的浪漫，原来爱情可以来得这么突然，温馨的桥梁将暧昧期拉长，我们的爱情蔓延只将用文字培养，再许你突然在许